玩具大王的新玩具黄金海湾二栏。这个项目就位于屯门青山公路段青山湾段八号，就由玩具大王蔡志明旗下的公司旭日国际发展。二栏就是他的第一期项目，预计的关键日期是2025年的11月21日，大概年半的流花期。整个屋苑就分两座大楼，第三座和第五座，当中的第五座又分为 AB 两翼。两座大楼就23层楼高，提供692个单位，实用面积介乎182尺去到767尺，间隔就由开放式去到三房套，当中以开放式厨房的间隔是最多。正常的普通分层的高度就 3.15 米，特色楼层会再高一点。整个项目就采用双会所的模式，连同个园林面积大概是10万平方尺，以山水萦绕为主题，提供45个会所设施。而景观方面，七成的景观是望到青山湾的海景，而向西的单位最主要望返恒基的楼盘，就是大屿星湾或者大屿蓝天。如果向返北的单位，就望返满明山或者是全山景都 OK 的。交通方面，青山公路段有很多专线小巴和巴士路线，就来往荃湾啊、旺角啊、铜锣湾那边的。如果返去内地呢，其实可以经深圳湾公路大桥，大概42分钟可以去到深圳的前海或者是南山区。而随住个屯赤隧道开通之后呢，去机场更加方便，收回配套上住户步行5分钟可以去到黄金海岸的商场或者爱琴海岸的商场消费食嘢。区内都有啲知名的幼稚园啊、中小学啊，同埋有好出名的哈罗国际学校喺嗰边，都方便子女日常的就学。喺社区康乐方面，屋苑就好近个黄金泳滩或者是新旧咖啡湾泳滩，另有物理好劲，可以俾人去行下山。嗰度有黄金海岸嘅乡村俱乐部同埋游艇会，地盘嘅面积大概系145,723平方尺，作为一个住宅用途，最高可见嘅楼面面积系582,892平方尺。地政总署喺2019年嘅12月招标，就由佳兆耀集团以35亿元投得，每尺嘅地价就大概6000蚊，比市场预期嘅上限仲要高多两成。嗰阵时中资抢地都其实几犀利嘅。去到2021年嘅1月，咁就获得屋宇署批出个建筑图则，直至去到2021年底，玩具大王蔡志明旗下嘅旭日集团咧，就向佳兆业购入呢个地皮，而直至今日咧，佢就公布咗首张价单，涉及139伙、120天嘅职工节实价开放式，206尺，184万，尺价系8,942蚊一尺；一房302尺，296万，尺价系9,808蚊；两房440尺，价钱系395万，尺价系8,908蚊。坊间就笑称呢口价是黄金西饼价，黄金就是黄金泳滩啦，西饼价就是指客人不是一间一间咁卖，而是一打半打咁样卖。呢、这个价钱你觉得平定贵呢？可以留言话我知，我哋之后会去示范单位嗰边睇下佢嘅交流质素系点。今日嘅时间就有咁多，我系卢小王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